皮肤啦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可真的，这就跟那个，这就跟那个东拼西凑出来的一个科学人儿，就是。野咱也不抓了，我先去查个眼儿的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如果这个赵信敢过来打红，我们一个滋啦把他红抢了，听见没？呀，中单蓝枪啊！这我没想到啊，这怎么中路是个蓝枪呢？早知道带护甲了，这给我扯的，这不扯的吗？想法挺好，什么意思？全粉军丝儿出啊？击！啊？拥抱进攻吧！那赵信怎么回事？行，你说俺们想法挺好，我说你想太多。哎，打吧啊，对。可以。中路兵咱还没布置到。中路兵的还吃到了，滋啦，抠，炸炸，哎呀，吃个药啊，点，抠，炸滋啦，分析路径中。吃个药，滋啦。抽炸，滋啦！你完蛋了！我好想完蛋一下！我的天呐！哎呀！我的天呐！点，哎呦，这你都打不死，兄弟，玩呢？这能给双杀了啊？我的天哪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俺们家这凯隐3级，人家家2级，俺们俩没打过，嗯，确实是行。我 W 呢？我哪有喜，哪有蓝呢，兄弟啊，刚才一点蓝都没有了。确实是完蛋了。真难呐！滋啦！我寻思这你不得炸，给我来两下这中路，滋啦，Q，炸定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你枪哥闪现没用啊，溜了吧溜了吧！来个皮还不行，来个这个吧。这蓝枪不好搞了呀，他有点无敌了，他打我太痛了。
哎呦，小小的发育一会儿，不用着急，多大点事儿呢？滋啦，让他来，你给我过来一波就完了呗，对不对 ？Q， 滋啦，硬 ，Q 吧，不行啊，我操了，这他妈的！这蓝枪有点猛啊！我操！你别来中了，不要再往中路走了啊，兄弟，咱俩打不过他俩，你可别来了。这把得先出这小护臂了，哎呦我操，打人有点疼。这蓝枪一会儿无敌了，给送的。这蓝枪一会儿一枪一个了，先发育一会儿，嗯，赵信倒没有啥事儿，凶死了。有没有抠？能不能中抠？抠呢？等会儿啊！这可老疼了啊！起飞！辅助换中单，这个兵补完正好有益。哎呀！气完了，回家。我是第一个现身者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下波这蓝枪估计可能要越塔，稍微往后串点啊。9分45秒。这人很是装逼呀，我这一看呢，滋啦，跟他好好的补会儿刀，别着急，没什么机会，滋啦，呀，
滋啦！哎呀，我的炮车，我操！滋啦 ，Q， 炸，定，起跑，滋啦 ，Q， 起跑，炸。滋啦！给我闪现杀，漂亮！装备。与我相对，滋啦！小戴是吧，小伙子？吃我一个滋啦，回家。2100，药瓶撇了不撇？把法川海出了，这个蓝枪不能让他游走去啊！把中路塔给他守住了。滋啦 Q 炸，大招给上，定，直接走。滋啦，这没办法。兄弟，滋啦，别急，我没有大。别急去啊，可能右边有人蹲我们。十级了，兵也没落多少，就是塔皮差了点意思。这把队友由我们来拯救啊，别着急，我两层进化。上路这鳄鱼不好杀，算了。炉灯必须得快点出，这维克托。红凯，哎，我估计这鳄鱼不能走啊，别走了。走了就算了，左边插个眼，小心点啊！我这左右都没有眼啊！小心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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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点！来，我们吃中路塔皮。哎，下路不错啊。扛他！再拆了，再拆了，再拆了！走下路支援一波啊，这波不拆了。来，机炮开起来，给大 Q 炸滋拉定。这赵信是不是搁里头呢？看一看，回家出炉灯。有了这个小探索者护臂，我们就会有点无敌。拉克斯可以，滋啦 ，Q，
炸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就他还高的 lag 了呢，啥样人都能高的 lag 呀，先把中塔拆了也行，这上路应该是管不了了。我操，还明朗级，我一会儿让你知道啥叫伤害，不用你明朗级。上路杀来，这是啥也不怕呀，他凭什么不怕呢，我不太懂哎。凯隐先走一走，这凯隐可别送啊，滋拉定 Q 大给大，这蓝枪绝对是个小带，我告诉你们百分之百，他敢出明朗鞋就说明他对自己很有自信，知道吧，一会儿他要知道不对的时候他已经完事了，他们家已经没了，我马上就无敌，因为他们家的阵容是全 AD 的，当他意识到问题所在了已经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定资了，吃狗屎，滋啦哭炸定点，滋啦哭死，感谢滋啦 W 定 Q 炸，来扣中他，滋啦 Q 炸，看见没，已经不对劲了，定团灭了，把红打了，还出明朗鞋，你不打我你不出水银鞋，你还敢往明朗鞋上面出，我的天，回家了，直接一手美甲的窃魂卷，跑得快，沙漏我们得要啊，哎炸死，把红打了，因为我们家 ADC 要红其实没什么用，要没用，滋啦定给大 Q 炸，点滋啦 Q 炸死了，哎这维克托大招不是自动，滋啦不是自动找人的吗，还滋啦炸，滋啦 Q 炸 Q 定炸，滋啦回家，回家上路治男枪呢，一个人打三个，我觉得你打不了。分析路径中，小龙拿了，小龙得拿。
维克托现在正经猛，我跟你们说，可老狠了。这维克托，我玩一把，我就知道这英雄到底是有多狠。兹拉 Q 炸定给大，还有兹拉讷鱼 Q 炸定 ADC， 讷鱼不管，兹拉死回头 Q 炸点减速点 Q 兹拉炸还死，漂亮，25层。兹拉定炸滋啦！哎呦我操，兄弟，我的书！哎呀，给个视野呀！我的书！哎呀，我的书！我的书啊，居然有点盐，我的发育其实都不是那么特别好，但是这英雄的虚区就是有点高，跑得快，虚区高，怕什么？怕蓝刀锋。这波三郎你打了吧，看看卡萨搁哪，这波我们应该能打一只，我感觉我都能五杀。兹拉给大 Q 闪现接炸定，兹拉讷鱼 Q 炸死，赵信呢？兹拉 Q 炸三杀。这跑的嗖嗖的，你看着吗？这跑的，哎，我要完了！回家买一个沙漏去，这样我们就能保命了。哎，找到蓝枪去，这蓝枪怎么没死啊？刚才啊，兹拉 Q， 兹拉定，你上 Q 炸，兹拉。力量，滋啦！这鳄鱼，这鳄鱼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！百地西杀了吧！这都换呢，你是换啥呀？换不亏吗？星界驱驰没啥用，我们来个法战棒。这就是没沙漏，你等我沙漏出出来的啊，你等我沙漏出出来的，我不用你们美。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杀了13个人了，冒着啊，猫着，猫着也行，猫着，猫着钱没有，你给钱出猫着，算了，拉倒吧，一会儿不行那什么。
那个这个杀阴叔给他换成猫子，杀阴叔不要了，杀漏猫子，省着还掉叔，算了。滋拉 Q 炸，哎呦我操，我这一个 Q 炸。就你叫卡莎呀，嗯，滋啦定，发啥信号啊，谁能打死我，你说现在，你说现在鳄鱼没闪，谁能打死我，我不上，哎，我不送，哭滋啦定 Q 给大一跑开起来，滋啦 Q 炸 Q 滋啦炸，这鳄鱼都追不上我，你看这鳄鱼没有定，滋啦 Q 接炸，让我 Q 呢，我 Q 呢，我 Q 了呀，我没 Q 吗，没扣着，哎呀这视角不太对劲，瞎人诛心一波，我要完了，不对，我要完蛋了，我要完蛋了呀，滋啦他不把这明朗鞋跟那个那个青云给换了，我能打死他，人呢，哭大滋拉给大，这么个小玩意儿还敢出明朗鞋，你不把那鞋跟那个青云全给换成魔抗装，我就秒你，来呀鳄鱼，抠炸滋啦闪现，抠炸定滋啦，抠炸滋啦，没视野，抠炸定，哎呀你说你大他干啥呀，你我都一个滋拉他就死的玩意儿了，你非得炸他，快跑吧，滋拉给大 Q 走位接滋拉接炸 Q 炸，哎挖抓 Q 的呢，滋拉我操什么东西，哎我的书啊，把书换了，把书换个猫子，人没了，我操，有点痛的呀，把中路拆了，哎，把这拆了呀，还剩一座塔，哎，把书换了，不要这书了，哎呀
杀人书老梅一张，还不如这猫着呢。打个蓝啊、哦、打完蓝我们一波就完事了。我感觉这把我能打了80000的伤害，信不信？80000。滋啦，哭炸，叮，滋啦，叮。还是容易被秒的啊！坏了 ，ADC 没来，起大！哎呦，狂风之力可以啊，没事，他们家基地要爆炸了，问题并不大啊。出个合计吧，没事，守不住了，游戏结束。